这间茶叶蛋是老店级的。翔哥茶叶蛋位于南投县鱼池乡永川巷15-2号，营业时间7点到20点，茶叶蛋每颗18元。买全部的人啊，四个，八个，八九个，买十条鸡毛，因为即马啊红的土鸡啊，人一箱嘛是1000外嘞啊，700-60外嘞啊。哦，恁这用土鸡啊能做呀？伊弟兄甲人我咧做做尔啦，阿妈用白人啦，白人较暖暖啦。嘿，啊，咱这顶下重要嘛，就干安尼。哎呀，这摆卵嘛足贵个，你十粒好无？好啦，这是土地蛋做成的茶叶蛋。这边拢面粉做起了。你要卖三至十年啊？嘿，大家人说，大家拢开始讲，啊，你这啊卖到两斤，啊，你这卖啥？我卖出来恁几十条鱼。好，是。好好好。人家这个蛋黄是椒盐花鱼味。哦、你买到了蛋了，开不开心？开心，你来尝看嘛，好食嘛？你尝食因内股，我这是咱东北包里一挂咖啡味，拢当冰当早餐呢。哦，冰过都较赞。哦，我这啊吼，这边就是新呢，一早啊才卡了。嘿，啊，老一工啊平一工，啊，这个铁蛋来讲。哦，啊，你较好食。嗯，啊，这入味。嗯。啊，无你讲下，着水煮蛋了，煮水水清水煮煮的就好啊。系啊系啊，对无？你无拢靠学做做，你干那安尼煮安尼，当凊彩先食荷包蛋白15块啊。啊，这个规工是只肉。系啊，这就是我们刚才买的茶叶蛋。茶叶蛋是用土鸡蛋煮成的，一颗18块。它吃起来很 Q， 很好吃，很香，就茶叶蛋，很好吃，土鸡蛋做成的。